煎炒饭鱼粥虽是主力，然而行家上门绝对少不了点上石磨鱼肠，且在煎到香滋淋漓，一上桌就下肚，那才叫过瘾。伊爱甲油膏起来，因为伊伫出油在啊，啊你爱甲伊甲油膏起来，啊无伊个时阵要让伊整个车的时阵较无啊简单，嘿，较搞工啊，很像在跳舞嘛。然后就是因为他会一直动来动去这样子，推来推去这样子，就从小看到大，觉得很好笑又很好玩这样子。铁板炒饭在台湾到处都是，但是要比速度，我们来看台南这个六年级的老板，全台湾应该没有几个人比他快。有人说呢，他一获起平铲就像摇滚魂上身，不像在炒饭，像是在跳舞。五个炒饭，一个煎一度，一个一度半，嗯，六条，哇，功夫真大。要跳舞啊！伊咧卡的时阵，拢会跳舞啊。无要跳跳，无人要跳跳。无人要跳跳。我看伊咧跳呢。就很像在跳舞嘛，然后就是因为他会一直动来动去这样子，推来推去这样子，就从小看到大，觉得很好笑又很好玩这样子。有当时吼，一跳吼，迄客人吼，有一挂民众吼，有看到啊，真趣味，真新鲜啊。黄俊祥握起铁板烧铲的时候，是真的有如表演魂上身，铲架如花四射，恰似舞台干冰。两张大圆铁板，一直炒饭，一直煎鱼肠鱼肚。为了跟尤文抢速度，煎炒的节奏和着两只妹棒起舞，偶尔就连飞快转身盛饭，都有几分味道酷似华丽的旋转步。哎呀，较早迄有迄个小姐来，迄请请的放舞曲呢，爱着伫遐笑，讲我伫遐跳舞，哪差风哪跳舞。那你这个速度啊，是不管你前面排几个人，你都一样速度。对啊，爱赶予人家啊，啊无人家等伤久。两个客人你也跳得快啊？对啊。啊，就是讲用咱上紧的速度好伊啊！煎铲一挥，身子一转，不仅十来张喷香的石磨鱼肚已经起锅，装成鱼肚饭；十几二十份的虾仁炒饭饱纳货气，也准备收进客人胃袋。利落手脚，往往只要一个就抵过十个。但看清楚了，画面可是千真万确，没有快转。还有一个学生在那个无名小站，学生应该做作业，然后有来帮他拍摄那种，哎，三秒炒饭还是四秒炒饭？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充满戏剧张力的铁板秀的确在乡间小镇惹来话题。不过生意要能做得长久，靠的还是实力。傍晚下班下课用餐尖峰期，阿煎炒饭鱼粥虽是主力，然而行家上门绝对少不了点上石磨鱼肠，且在煎到香滋淋漓，一上桌就下肚，那才叫过瘾。伊爱甲油膏起来，因为伊伫出油在啊，啊你爱甲伊甲油膏起来，啊无伊个时阵要让伊整个车的时阵较无啊简单，嘿，较搞工啊。懂得石磨鱼料理绝学的南部人比晓得，鱼肠因为是内脏，下锅前石磨鱼要开肠剖肚，彻底清洗泥沙是必然的。而林平慧跟着先生开店二十多年，还会多上一道刮除胆汁的工序，以避免焦香酥脆的鱼肠被苦运画下美中不足的败笔。无独有偶，鱼肚的清理也有细密学问藏在里头。一般手做，然后旁边这边机器刮不到的，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。对，然后这个旁边，对，旁边没有的就把它撕一撕。然后有时候它肠子啊都会存留，就稍微把它拉一下，顺一下。两夫妻从新婚刚创业开始就胼手知足，但其实黄俊祥在刚出社会时做的是水泥工，年轻时个性海派，交友广阔，总觉得工地像牢狱，束缚了自由。直到开店做小吃生意，成了家也立业了，每天被绑在屋檐下，却觉得海阔天空。这个比较艰苦的无啊，啊这赚有钱啊，这咱啊一工安尼做啊，时间咱个家我都控制啊。啊，你上班啊，你迄种的较艰苦啊。
应该他花钱就大手笔吧，花钱大手笔就会比较没钱呐、啊，就海派啊，做人海派啊。啊阿母今仔娶无我，唔知叫我来做这。有啊，讲个乌蛇蛇，上面给吼。有趣的是，当年听妈妈的话，果真胜读十年书。转行后继讨来帮夫的贤内助，小吃店开不到两年，名气也如平产生响彻云霄。嗯，刚拄啊来几年，第两三档的时阵，第二档的时阵安尼啊。这个人我嘛袂记，啊，就开始人传开啊，啊，就讲锵锵叫，啊，人买买物件就拢会讲买来锵锵的啊，买安尼啊。两个炒饭在等你到。好，安尼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。好，一碗汤卖伤低啊。回想起来，开店的前几年真是一箩筐，啼笑皆非的事迹组合而成。比如取好自己的小名印上斗大招牌，店名却始终没人记得住，仿佛“康康康才是镇里人”暗通的密语。甚至有阵子还有客人封他叫“流氓炒饭”。啊，咱客人生意就过歹了啦。啊！大家都来冲着我咧佚佗啊！等你到无行啊？哎，头家是，伊到我有一个等你到。是的，流氓炒饭的掌勺人不但不流氓，私下还很亲民呢。像是有婆婆妈妈、主播阿姨，三天两头就往店头钻，总让人分不清老主顾依恋的究竟是美味还是暖心人味了。我马在哪？拜拜。啊，是讲伊，大家是讲我袂错咧，唔知我有错无啊？哈哈哈！哈，想讲要甲我介绍女朋友。可能是这款啦。二酱，做个长二酱。很好吃，古早味的，有小时候就是爸爸带我们去吃的味道啊。可是现在就是吃的味道，就是没有像这么干酥。CP 值很高，鱼肚就是中间的油脂有保留住啊，因为有时候煎得太脆的时候，中间就会干掉，它的油脂跟那个肉的嫩度都有保留住，然后鱼肠就是不会苦啊。阿姐，一个啦，一共一个鱼肚饭啊。以直爽凡出色香再靠真挚来砌造食味，铁板上敲响的每一声都足以印证。鱼肠鱼肚之所以浓缩咸鲜，原来都是起来有字。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